今天5月24号啊。哎，金山，你今天给大家介绍什么好事啊？这位旁边的介绍一下。因为再过两天，倒数两天，星期天5月26号就在这条街，三佛跟缅街交界的地方，一直到凯西纳交界的地方，整条三佛我们举办的欧越文化节，第二届的文化节就在这里举办。嗯，前面是凯西纳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这后面是缅三佛。嗯，是缅街。嗯。这条街反正这次活动搞得很热闹，有搞美食的，有搞儿童绘画的，还有欧越的文化，那个有个最出名的首秀的龙，它也会在这里举办。对，旁边就是邮局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法拉盛的地标建筑。这次主办方呢是北美亚裔共创会跟纽约的乐清同乡会主办，其中我们的20选区的华敏仪办公室协办，所以这次的话，在活动之前，我们有一些民选官员啊，什么都会来这里参加，而且他们在这里有搭一个舞台，大约在中午12点钟就开始开幕了。哦，到几点结束呢？活动的时间当然是早晨8点到晚上8点。哇！那中午开幕式是在12点钟，就在这里。这次活动的。第二届活动呢，主要是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了扩大亚裔影响力，以文化为纽带，团结各族裔，共同参与，凝聚华人力量，繁荣市场，推动法拉盛经济发展。北美亚裔共创会联合华敏仪办公室举办的第二届欧越文化节活动，这次主要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、农耕文化、民俗文化，还有民间工艺品，还有特色美食、地方曲艺等板块组成。在现场呢，有美食表演，还有绘画比赛和各摊位的展示。这次什么叫欧越文化节呢？去年第一届的时候在凯西纳公园那边，那时候第一届也做得非常成功，人上人。那你给大家介绍什么叫欧越？好，欧越文化，欧越是中国温州的别称。哦，对了啊。千年历史与独立文化赋予它的别样的特色，为了让纽约市民有更直观的理解，主办方悉心选取了欧越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中包括那个温州的乐清首饰龙。这个首饰龙，这是欧越文化的重点哦。你们看，大家看这上面的背景就是首饰龙啊。哦，好漂亮。这只龙是全手工定制的，每条龙都是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定制。此次展示的首饰龙呢，是去年开始第一届就开始做了，它这是从中国的温州那边运到这边来的。哇，的首饰龙的最大的特色在于什么？只要通过一个手柄，人力手摇，就可以将整只首饰龙所有的部件、人物和场景都可以动起来，所以很适合小朋友来这里玩了。嗯。所以这次呢，通过这次活动，这几天天气都很好，所以希望明天天气怎么样？这几天都很好了，好，周六周日都很好，所以星期天的时间，尤其孩子放假的时间，大家可以共同参与北美亚创会和跟纽约乐清同乡会共同举办的，这是第二届欧陆文化节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时候，路边很多人问我，哎呀，星期天又搞什么活动了？因为大家还不知道，虽然要封路嘛，对，要封路了。嗯，这段时间呢，1380有开车的司机们朋友们都知道，1380每天都有在早上的时候都有在宣传做这个广告。对，所以也希望第二届，纽约欧越文化节圆满成功，并且5月份是亚太裔传统月啊，站台的，你看大家都支持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次谢谢你，谢谢。对，谢谢啊！你看大家都来支持金山这个宣传哈，多棒多棒！大家一起参加哦。对了，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这次那个共同主办方呢，还有一些共同主办单位，给大家念一下嘛。主办单位我介绍一下，这里主要有美国远嫁同乡会。总商会、美国基督同乡会、美国洞头同乡会、总商会，还有美国龙湾同乡会、美国状元同乡会、美国美东华人美甲协会，还有美国纽约华人使用协会、美国国际文化艺术协会、纽约浙江商会、美国
上海同乡会、世界爱心妇女纽约总会，还有很多的赞助单位。据主办方告诉我，这次有赞助单位的这么多公司，好多像什么太阳能啊公司，是吧？还有美华门窗，还有纽约的富家珠宝店，这些还有美东的冷暖空调公司，有赞助的单位，这次他们都免费赠送一个摊位给他们。哇，非常不错啊！对，而且是免费的哈，所以希望一届比一届做得好。嗯，好吧，星期天大家在此8点钟开始到晚上8点。嗯，不见不散啊！邮局旁边啊，缅街邮局这里啊，双福大道。那时候的可能舞台首饰龙都会在这里摆出来哈。嗯，舞台首饰龙都会在这里摆设。哇！所以星期天这里一定都很热闹，比一届比一届做得更好，因为现在美食也好，文化节也好，都以法拉盛这边为中心了很多，所以欧陆文化节这选址在这个地方。嗯，所以说不管你是不是温州人，还是福建人，还是广东人啊，大家都来啊，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盛世啊，希望把它延续下去哈。嗯，刚好就是这个月是吧，也是最重要的亚裔，对亚裔、亚太裔传统月，所以说在这里集中会更会体现自己节目自己的节日，在这里办的丰富多彩。对，其他各族裔朋友都可以来哈，都来。上次他们办了很多人，这次也是。我看之前呢，他们办的那些活动，美食节，很多外族裔的都来哈，对还有 ABC 啊老外都来了，对不对？相信我们这次的北美欧月文化节也是很多各族裔的人参加这个活动，更多人了解欧月文化。嗯，大家早点来，8点钟就开始啊。对，不见不散。中午时间更热闹哈。哦，那肯定的嘛，中午就。来了，中午就在这吃一个。每个人可以摸摸龙啊，摸摸他们千辛万苦从温州寄过来的那个龙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那主办方太用心了啊，对，不远万里花重金啊。对，没错。不便宜啊，因为这个肯定要有集装箱装过来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没错、啊。肯定的嘛，还要保护，并且这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、啊。对，还要安装，让更多的小朋友知道这种怎么叫这首饰龙。对对对，其实传承最重要啊，你说吃喝玩乐都是次要，传承是最重要，特别是给下一代，对不对？主要是为了下一代知道我们这一代我们在做什么，那为什么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带到我们的纽约。对，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哈。对，是的。到时候小朋友像这样的小朋友来多好，多开心。对对对，俗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民族的认可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，我们要强大，对不对？欢迎大家共同来参加。嗯，好的好的，谢金山介绍啊。嗯，好，可以的。上海同乡会啊，对，上海同乡会是他上海同美国上海同乡会也是共同参办单位啊。哇，你看去年的照片哈，好多人了啊，大家都是盛装出席哦哈。嗯，不错哈，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、啊、然后这里的龙多好看，对，漂亮漂亮。好的，谢谢金山啊。嗯，好，邮局门口啊，法拉盛邮局啊。